高度是5公分，里面不破内里，沙发后跟窝心支撑通通都有，不用担心，你很好穿。对，这一款是我们就是一致认同非常美的一款，我很喜欢它的那个蕾丝鞋面，还有它的细带，它是两排钻石搭配一排垂坠的珍珠，你们看它的面料是那个蕾丝，鞋面的部分它其实是有搭配比较细腻的亮粉，所以它整双鞋的细致度是非常高的，一定要是直跟，因为直跟才时髦，然后有一个角度是做电镀的那一种，就是去参加婚礼或者是去吃高级餐厅情人节约会配你衣柜每一件洋装都会 OK。 没错，对，这双你是可以奔跑的那一种，有听到齁，这双我要列入今天最必买。如果你最近在找一双厉害的跟鞋的，请收这一双，谢谢。